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大锂资源的玻利维亚，星期二与中国财团 CBC 签署了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协议，相当于44亿5000万令吉，建造两座碳酸锂的生产工厂。CBC 是世界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的子公司之一，最新建造的两座工厂将坐落在乌尤尼盐沼中，分别可以每年产出25000到10000公吨的碳酸锂。所谓的锂是生产手机和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成分。目前玻利维亚除了和俄罗斯企业合作，不少中国企业陆续注资，包括中信国安集团正在和玻利维亚谈判，即将签订第3份合约。